我们为各位介绍的这一次的商品是 DY 的前叉竞技款，也就是基本的款式，然后还是维持着一贯 DY 的良好的品质，然后 CNC 切削的下座，然后造型简单大方，非常耐看的一组前叉，也是麦克本人最喜欢用的一个前叉品牌之一。看一下下，然后这个同学他的是对应原厂的卡座，那卡座的部分造型也很漂亮。那喜欢 DY 的各位朋友们可以参考看看。哦 ，DY 的，我们近距离再看一下，我从下方的这，那前面的话，有些网友可以自己买自己喜欢的长奶瓶或是假奶瓶，可以装上去。好，和各位介绍到此。